你们看我屌吗？这波三十杀吃鸡送给各位观众老爷们，看得过瘾看得刺激的话，可以把右上方的关注订阅点一点哦。这波三十杀兄弟们，我要不关注订阅不过分吧，要不办卡不过分吧。给兄弟们看波精彩回放，高光时刻。谢谢老李之刚的办卡两连击，谢谢凡尘的办卡，谢谢天煞零度的办卡，谢谢哎呦哎呦的办卡。刚刚不是说哪个逼不是二十杀办卡吗？二十杀送钻粉吗？给兄弟们开个弹幕抽奖，点关注发送手中弹幕噜噜噜即可参与价值六鱼翅的珍珠奶茶，只有奶茶没有珍珠。能十四杀，能吃鸡，能八杀，站个左边。谢谢老张同事的办卡六连击，谢谢医生哥的烟花飞机，谢谢老板。祝老板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。谢谢医生哥的烟花飞机，谢谢老板 ，thank you。谢谢老张的五张办卡，大气。好了，今天再来一把单杀吧，我觉得我可以再来一把三十杀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谢谢放羊人在山岗上的办卡，今天双倍亲密度啊兄弟们，送一张办卡相当于送两张办卡，开钻粉直接享受四倍亲密，兄弟们。我玩的人不也，你是四人满编队四打四，别人肯定打得稳一些呀。我一个人对面看着我一个人四打一，那不是吃我吃的死死的，那对面看我一个人肯定冲了呀，对面四个人看到我一个人巴不得抢人头的。谢谢永恒星空的办卡，对面看我一个人，对面就一个我的人头，那不冲着要杀我，冲着抢人头。
鱼翅开钻粉是不是218？你可以包月啊，你可以用电脑开呀、啊。用电脑包月只要158，然后你再点了包月以后，然后再取消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操啦！这妈上面三个屌毛！鱼翅开不了，兄弟们可以用电脑上电脑开，或者是用安卓直接开。安卓在互动里面有一个钻粉特权，用钻粉特权直接开通就好了，可以点包月开通，然后等它开通成功以后再取消包月就好了，这样子可以省几十块钱。这跟我开那个网易云会员一样，网易云连续包月只要十几块钱，它单开的话要20块钱还是15块钱，我每次我就点连续开通，然后开通了以后，然后我就取消自动续费开通，这样子我就可以省几块钱，省钱达人。连续包月，对啊，用支付宝啊，然后你再取消就好了呀。细吧，兄弟们，那肯定得细呀、啊，细节一点。欢迎安兄，谢谢安兄，谢谢安兄续费的钻粉，谢谢安兄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，祝老板财源广进，发大财，谢谢安兄。我回去报仇去。谢谢安兄的钻粉飞机，大气大气，兄弟们大气走一波。谢谢安兄的性感大飞机，老板大气 ，Thank you。粉丝勋章15级的小伙伴，记得也加右下方的微信啊，发你的粉丝勋章15级的截图，然后可以拉你进大佬群。划算，你可以用安卓手机，或者是用电脑。哎，我在龙上面可以用雷炸的吗？
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找妹妹玩去。Hello, hello。Hello。上网有巴沙吗，兄弟们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谢谢医生哥的心动飞尖儿，谢谢医生哥，恭喜医生哥21CM 喜提红牌，拜拜，牛批！哇，今天两个红牌牌。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哥，牛批！抽个奖啊，抽个价值16余次的珍珠奶茶抽奖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恭喜医生哥喜提21级红牌牌，红了红了！抽个奖，抽个奖！兄弟们，点击右下方一键弹幕抽奖就可以参与这个弹幕抽奖了。跳哪里呀？洗完了，洗完了。这把手枪放打。不会吧，你们被手枪给打倒了？没枪。我没捡到枪。这个小鱼他不是捡了116啊？打了。我还碰着探头线。没事没事，不要慌。有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药。这儿有绷带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楼上有把 UGI 不？没在。好。走吧。弹幕抽奖还有最后的30秒，兄弟们，点关注，发送弹幕即可参与价值16余次的珍珠奶茶弹幕抽奖一杯。
恭喜这个逼。去这三个房子这里啊，捡张卡先。就去左边就可以捡啊，你去后面干什么？去后面不还是有人啊？后面这三个房子基本不会有人的，这房子。那别人刚好复活在这怎么办呢、啊？谢我爸锤的办卡，他们要捡五颗雷，人造空炸区，炸死你们！妈了个巴子龙被开了！我这里有物资，写完了，都没了。小心点哦，可能还有老六。嗯。龙打了吗？龙不知道他们捡了没有。四号你捡了没有啊？我捡。过来舔何杰，这里有三级头顶魁的哦。上面壳子回，上面那个楼梯口啊，有没有这里？主楼吗？楼上，楼上。上楼啊，楼梯口这里啊，很多何杰哦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个楼啊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个楼里面，知道了。楼里有三级头，还有挺多物资的。这里有三级头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一队好安静，这一队。走吧，要刷宣了。打不下去。你不是有龙啊？不跑。
那你开呀，开呼救气呀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键位分享码，灵敏度分享码，在微博老大闲，可以直接去微博点。我靠！完了，我开麦了。哎，我不是关了麦的吗？哎，你那手，快点！算了，反正我不想跟这几个队友一起玩。我掉河里了。反正他们话也不多。我掉河里了，我上不来了。你从前没事。我是不是赶不上这个飞机了？你赶不上了咋？咱俩赶不上，但是我们跨湖就去，去找他们。菜贵。嗯。离我远点。来，行行，坐他。那个把子的，哪个逼的弹幕啊？害我暴露了身份。诶，大成害我暴露了我的身份。到哪？哦，皮城。我们自己走吧，他们不讲话，高冷男神。你操控了。上面有人。要走吗？嗯。哎，我碰到枪，有人打枪。他怎么自己走了？他那里有人。这么多人，哎呀这么凶，这一队他妈了个巴子，上面摆了好多油桶。
要不我先冲吧，冲，你们打。冲一点没用。他们楼上四个人哦。嗯。还有没有炉呀？没了。我给你。还有，给我一个。冲冲冲冲！别冲，别冲！还有啊！别冲！写完了，写完了！妈了个巴子，在上面摆阵，我真哭了。这波如果在别人直播间，那肯定是满屏的六六六了。但是咱们直播间不需要机超，好吧？都说了不要扣六六六，怎么回事啊？让你们扣六六六的时候又不扣，不让你们扣的时候。全在这扣，就喜欢对着来，真的是，兄弟们不要给我送办卡，一定不要给我送办卡，那搞这些真的是。谢谢，感觉你们傻傻的办卡。妈了个巴子，要你们送张办卡都要好几年才给我送一张，还飞机火箭的，那搞这些，我退休了你们都不一定会送飞机送火箭，要你们办个卡都要了你们。要了你们半条命了，还要你们飞机火箭，那搞这些有的没的。
楼下还有一个红色一朵。还有一个从那个房大房去那儿跑过来，有一个小，在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人。就这片儿，刚才有一个黑衣人，我看错了。这队员不讲话，他不想跟我讲话，那我们就自己走吧。你把那个摩托车看成人了吧？看看有没有三级甲，搞个三级甲，被捡过了。我的妈！下来是不是这个龙不能用啊？嗯。教你们如何上这个上面啊！慢慢的，慢慢的上去，就这样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然后我就上来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不算，再来一次，慢慢的。啊，这边你们以后你们就可以来这种地方狗分，知道吧？牛批的一批。这兄弟们不是玩稳稳的上大分呢，有人跳伞啊，我这边。不是，但是我下去怎么下去啊？我他喵没闪呢、啊！前方有危险！哇，这都不吃！我点了他三枪头哎！啊，一号。嗯。露头我就打你，这不行啊！谁知道？刚去看到他了。一号，你那个车还能不能开？
我没办法救你了，你流血流得太快了。我倒了四次了。屌大的告诉我几个人跳的前五，房区有人的，能十四杀不能吃鸡，马上这没办法，对面他喵的丢雷还好一些，丢雷我还可以躲一下，换一队，这一队很无聊，没得买。Hello， 奥特曼没有买。哇 ，Hello， 美男子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美男子，美男子。他旁边人呢？是吧？谁旁边有人？这个美男子，我没有啊，我旁边没人啊。我旁边有人，不是他旁边。我旁边有人啊。你这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我旁边哪有人哇、啊。这个烟雨呢？这烟雨。咋了？有麦吗？他应该有的吧。没有不端枪的，应该有的吧？不端枪的打吗？那随便你们怎么打，反正都可以了。这美男子我操，真的美男子，那个美男子真的，快开姐妹，欣赏。一个发型，一个黑气，眼睛有点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我一边你看到是美男子你才卡了哟，啊？我看到是美男子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啊，姐妹是不是你？我吗？我给你吹吹，我给你呼呼，我给你呼呼，快点呼！给你呼呼，呼呼两下下。拿过来，过来，在我面前来，快点，再过来。给你穿黑丝。黑丝啊！我要看黑丝。黑丝、啊。我就看我美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扬着扬。头往天上看，往天上看，哎对，不要笑，你这个老 CP。好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你要杀我死我！这个海狮一点都不好看，这个海狮。你知道你是怎么抢这两个男的进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居然就原形毕露了，你把人家吓无了，你知道吗？
恭喜小，谢谢小丸子的飞机，谢谢小丸子，恭喜小丸子十一级啦，排排变色，谢谢小丸子的飞机，谢谢老板。祝老板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，开心每一天，财源广进，发大财。谢谢小丸子的飞机 ，Thank you。明天没有双倍了，这是直播间最后一张双倍亲密卡，大家可以开个钻粉，四倍亲密。不对吗？才不止吧，应该。对，应该不到。谢忧郁小丸子的飞机。啊，那飞不到，真的飞不到。飞不到，那不就歇菜了吗？他们也飞不到，他们也飞不到的。这是高坡，这是高坡。他们也飞不到的，我们可以先到应该。他们飞得到的，他们飞得到的，飞得到，顶上那两队飞得到。哎，落地要被打靶了。落地要被打靶了，我们去不了了。下面这里也有人了，这里也已经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跑。谢谢俊老头的团员麻天轮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守护全世界最好的俊老头 ，Thank you， 大气走一波，兄弟们。高三的，高三。念得好顺，那可不。左边厕所有一个，下面厕所去了一个。谢谢俊老头的团员麻天轮，大气，守护全世界最好的俊老头 ，Thank you， 大气走一波，兄弟们，谢谢小丸子的飞机，大气大气。今天钻粉158等于6320亲密度，升级排排必备，兄弟们！我的妈呀，景大大直接算出来了。快点跑，也跑不到呀、啊！你们快去拿枪，这里有一个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因为装备亲密卡很少，古奥，你可以现在续一个，可能有续钻粉也是。你跑完你要去哪？续钻粉也是有四倍亲密的。哇，好多人在跑、啊。念得好，念得好顺。前面去摸炮去了。恰饭必备。我他喵的！你下面有个车，你下面有个车吗？你下面有个车。你下面有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左下角有一个人。左下角。谢老阿姨两块的办卡。就是你下面，看到没？没看到。下面那个石头。啊，对对。就是你石头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快过来，快来拿枪！赶紧拿车，赶紧拿车，我的儿。那边有枪。我有枪，我有枪，过来过来，往我这里跑。我的财佬，快点快点去救他！姐妹，让他别扶你，让他别扶你，啊，完了。没了，没了。我给你报仇。给他搞了。我给你报仇。下个毒他。大伤大伤。大伤大伤大伤。倒两个，倒两个，倒两个。好的好的，倒两个，倒两个来。来来来，大美女，牛批牛批牛批！他死了，姐妹，死了死了。谢谢我逗你玩的十张办卡 ，Thank you！ 谢谢我逗你玩的十张办卡 ，Thank you！ 谢谢老爷两块的办卡。摸炮没摸到，被摸了。谁他喵的叫我摸炮楼来着？来，来车了。你来他的。头上来车了，小心点。下来了。他要走，他要走，这个车。没有子弹了。建议各位老板要送办卡或者是送飞机的，可以开通钻粉会比较划算一点啊。大改改摸炮门。这样子可以一个月不用天天送荧光棒，一个月不会掉亲密度的。应该是小姐姐。小改改。谢谢夜西湖的飞机，谢夜西湖。啊不听不听。不听不听，改改念经，不看不看，改改下蛋是吧？谢谢夜西湖的飞机，谢谢老板。就剩口刘和杰了。看来这经验丰富啊。老板嗯邦邦，谢谢老板的性感大飞机。受什么刺激了吗？没有没有受什么刺激，我就是经验很多，然后用不完了，得。我觉得今天开钻粉是最划算的，因为钻粉又有很多钻权，又有很多特权，然后今天还有四倍亲密度，
贼划算，升牌牌必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了对了对了。龙有没有开？想下车？看开个龙吧。你怎么知道龙没开？本来就没开。苹果用电脑开吧，或者你可以换个安卓手机，开完了再上苹果手机是一样的。能开了我们就好办了。来来来，再来一个人开。你们要不你去下一把吧。再来一个人开是吧？好，再来一个人开。这样子来吧，赢。比较回。回龙，大回龙。嗯，咋了？你要不去下一把？没有，他等我们呢，我们等一下。三号，你小心点哦，你要不在这等着吧？你现在刚落地成壳，心态有点不太稳，你还是好好安静一下，别等下又落地成壳了。我也不会说话，这男人。哎呀，这吓得我肚子疼。我好喜欢，好喜欢我们家美男子说话。你把龙捡了怎么他哥的开龙啊，我把龙捡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走吧，现在我们就走吧，开龙先去找他们去。来上怎么办卡，右下方礼物盒子黄色卡片送一个就可以拥有粉丝牌子了。上虫上虫上虫，快点，这是龙龙，这是龙龙，你不要因为喜欢我的姐妹，我姐妹说啥都是对，好吧？啊，你姐妹说是虫，哎，卡了卡了，没那么卡。咋的？你就因为喜欢我姐妹是吧？嗯，我姐妹可不是一般男人可以得到的。这得到的一般都不是男人。那样才可以？怎么样才可以得到？三个，前方有危险。上房顶。前方有危险。三个，快快快，上房顶。哦哟，杨师傅，我们走一下。奥庆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在房间待着。可以崩他一个。没得。打他！写完了。哎呀，我他妈那个无线网太卡了，不行，打完要换流量。这外墙还有一个，外墙还有一个。倒三个，倒三个。好像有点牛哎，姐妹。那人呢？都给他补了，快！因为他那个 KD 是水的嘛，你没知道 KD 多少吗？刚才我没看呢。解完了，解完了。KD 多少呀？我举报他，他挂了。六连级的 KD 是假的。打不过都六连级，打不过都开挂。没有，运气好，他们全都在打你们呀，然后我就偷他们屁股啊，偷他们妾身啊。哦，你就喜欢偷人家屁股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们俩小心啊！这是。难怪刚才人家四号小姐姐真的，我叫她上黑丝，她割了，她趴着这里看。我看一下怎么了，我欣赏一下腿，这不可以啊。两个，完了，不是你们二宅，我操了，吹吧，没了吧，跳哪？跳，劈成那个龙。谢谢此号雨停用的性感大飞机，谢老板。做老板，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，身体健康万事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，开心每一天，财源广进，发大财。谢谢此号雨停用的性感大飞机老板，大气 ，thank you。主要是去游去了，啥也不知道，就下嘛。靠！我以为就一个人。可以直接飞过来，骑那个玩意飞过来。对，这个混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，你等会儿，我们也马上就死了。你等会儿。姐妹，你跟他们吹哈牛嘛，他喜欢跟你吹牛。嗯，走了。我们喜欢听他吹。他走了。老板送飞机，必须给老板来一段口技。你的姐妹挺会吹的，兄弟们。
姐妹，她老有意思。谢居大侠的三张曼卡，谢居大侠。嗯，她比我大，她比我大好几岁。上车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听出来的。大点好。她得有。我就喜欢大一点的。对，七八十的那种最好。那种有低保也不错。哎，有人在舞，有人在舞，走了走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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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人已经在舞龙了，我回去报仇去了。舞完了，舞完了，舞完了，还有无敌时间，等一下再打他，等他无敌时间过了。这不回去报仇，真的是。Nice， 他就一个。是不是狗杂也被他们拿了？哦，没有狗杂。还有啥东西没？你等一下，你把枪还。换把 U 妈屁吧。你把他的龙龙拿上没？拿着了，肯定要拿着。那我们走吧。走了。好。他怎么想的在上面呢？哎。要他摇完，他会变舞变载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会摇。可以，没走就好，我就怕你们走了，哥没地方报仇。不能不能，上右边。谢谢尽在不言中的半卡五连击 ，Thank you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跑上去。有麦吗？然后他啊，有有有，你好。我俩一枪给穿倒了，两个都倒了。
这才是我要的队伍嘛，这才是我要的队伍嘛，也是适合我的队伍嘛。你快牛快牛了！这才是身为真男人，我应该在的队伍。你已经有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没想到你俩，我本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的，不是，我开始以为抖的是木木，然后发现我开不了枪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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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才知道自己倒了，然后我以为就我倒了。快，你们俩，你们俩抬头，抬头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我本来在跳舞的，结果你俩也不够可以。我已经笑拉了，好累呀、啊。跳跳哪？跳哪里？跳哪里？跟一号跳啊！一号跳哪里啊？这个声音哪里？一号是不是？一号不想跳。上把真的是喷子，把你俩都喷倒了吗？嗯，一枪给你俩干倒。嗯，我服了呀！我以为。牛啊牛啊，真的是牛，真的厉害呀、啊！因为他丢那个震爆弹，我以为丢的雷，我赶紧往上跑，跑到木木面前去。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肚子的小痛。没有人。确定吗？哎呦！屁嘞，那个狮子楼一对。啊，有人啊，我没看见。你听，我正打算说没人，那我去狮子楼了，结果看见四个降落伞。那他可能飞得比较慢，没看见。落，别发了，那个叫什么来着了？我也去整个那个。你路过我的房间，还捡走了我的燃烧弹。你人要是能顺走，我人都不准备把你顺走了都。那你说我改枪吧。我拿着这个枪，这叫蹬鼻子上脸，外加才艺。他马上都不说话。他去打人了，咱别说话。他 KD 好高啊。我 KD 是假的，没用。KD 又没用。KD 六点多。大哥，我走了，你加油，靠你了。木木，你现在是二点多还是三点多？房顶有一个。房顶有鹰哦，小心点。三个二点多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打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没有，乖乖二点几，乖乖跟我一样，也是二点几。打一个，补掉。我二点，前方有危险！哎呀，我喇叭手枪，我真的，你把喷子分给我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把你把喷子分给我吧。我不是喷子，我是狙。倒两个。嗯。不是这边外面外围不是有人吗？啊！倒了。我去哪儿啊？这里倒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房顶有一个，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倒三个，房顶的倒的吗？房顶不是倒的吧？他在那救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救不了，哪个房顶啊？他过来打我了，过来打你了，在哪儿啊？他在这个围墙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
写完了，写完了，点边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牛了！舔吧！大哥牛逼了，牛逼了！点点点，不要客气，都是自己人。嗯，好。有拿。这儿。要不要几通药啊？几通药？我其实什么都想要。你过来呀、啊！但我又不好意思说。哎，没事，自家人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就把我当自己人就好了。来来来，地上。还缺不缺？谢谢你。还要不要？来来来，再给你点几蛋。够了，谢谢。60花几蛋。啊，行。够不够？谢谢。还要不要？够了，谢谢，不要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不用谢，那这有什么好谢的？你真是个好人。你不用给我发好人卡。你这什么都不要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他拿着多少有点不太安心。好人卡就接了吧。这好人卡，你大哥你需要啥？好人卡，你需要啥？好人卡一般都是渣女说出来的话。没有，那只要你想，只要我有，我肯定都给你啊，大哥。为什么我舔不到这个？你不要给我发好人卡，我受不起。那你要啥？谢谢，就说个谢谢，完事儿了、啊。可以，一家人不用讲客气的，都不用谢谢的，一家人不用讲的。OK 啊。那你是既然都是一家人，那你再给我给个背景。谢谢钱算算的饭卡，背景啊，背景我没有啊，红点要不要？给你个八倍的哥，我不要，我只要你好好保护自己。乖乖在被打。没事，我来打。大哥过去。他为什么掉线了？这里有 MC。我操！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你为什么掉线了呀 ？MC。不容易有人要吗？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接就弹出到自己退出到桌面了。你手机中毒了，有毒，你的手机中毒了。中毒？对呀、啊。大哥，你有兰博基尼？我需要弹夹。我没有，我没钱。你有没有啊？你要送我一辆啊？你可以。那你可以给我编个玛莎吗？不用，你不用给我送一辆，我就给了你一点子弹，一点物资而已，没必要送我兰博基尼的，太客气了。好的。如果你一定要送的话，你送我那个最便宜的就好了。没必要。既然那个大哥，你这么叫什么来着？这么客气，那就算了吧。你要送的话，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啊。没事，刚刚你都说不要了，真的。没事，你送吧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。我不要。上一个这么说话，对我这么说话的男人。你放，我跟那些渣男不一样的。我跟那些渣男是不一样的。我是个专一的人。好穷啊，我还没有二级甲。走了，信号，走了喂。信号走了哇，要保毒了。嗯，再圈。等一下，我怕被别人堵信号。哦，好的哇。一号走了吗？嗯。木木，扩容在你那里吗？嗯。二号，你是广西的吗？我是你的心上人。来，给扩容。打
他说他说他是我的心上人宝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们挤一挤吧。我操！那我祝福你们，我退出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，我一个人可以分成三份的，一人一份。啊？现在是他们是现在是你们在抢我，不是你被抢。你们在抢我，拜托搞搞清楚。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，都是搞这些。不过说实话，你是广西的吗？我是海南的。难怪你那么黑，你们那边紫外线强。开玩笑，海南三亚这边多的是人，这种肤色叫做小麦健康肤色，别人健美人就最喜欢搞这种肤色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是搞健美的，虽然身材不是很好，但是还是有六块腹肌的。嗯，好多。啊，我怎么觉得我会飞，你知道吗？看见房顶我就说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也在点那个可。哎哎哎！谁他妈给我？你就不怕这里有人啊？我不怕呀，我就是掉大分嘛，我就没掉过。没有，我是本来想过来收拨快递的，你这样子把快递都吓跑了都。没人，没人，没有人，走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走。我在发育发育，我在发育发育。不发育了吧？走了，进圈了。哦吼，完蛋！哇，这破车这都开不上去，真的是令人无语。我想把我的大盘鸡换成 AK。这个破车。捡了个三级头。你们看到子弹了，给我标一下。我子弹不够。什么子弹？零五六的。OK。走了走了，不收了不收了，收得我头疼，收半天了都。子弹我还可以分一点，我还可以分60发给你，快点。我差不多了，我有200多。走了走了，200发，等下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打出去呢。等下最怕的就是那种糟老头子连打带补，那一点机会都不给的。西浩走了哇、哦！我这里有物资。不要不要。他以前坐金马感觉那啥，现在感觉没有那个做作的感觉了。哎，女人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。没有呀。枪口也没有，握把也没有。你现在喜欢别的东西，等下过一段时间你又不喜欢那个东西了，又喜欢新的了。我需要握把。我也需要这两个东西。看下哪里有工头，我们点工头去。没看到，看到了265，但是那个感觉在海里，感觉已经快泄气了。海里就不捡了，海里太危险了。
最后一桶油了。我还有。大了吧。开炮！给我扁他！打个红点，跟人家聊天。快拔快拔快救援救援，你开门你开门开门开门，你往上面，我靠，雷你别在那儿，他妈的这个地方没事，这个雷在一楼啊，不是我啊，跑进来就要走。一号你得救援，打一个，我先上去救人。你救你救。他们过来了，前方有危险。哦呦！救命救命救命！救命救命救命！救救本王下来打他，他大残大残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们还在上面打药，不下来救我啦？终究是我错库了。我看到你们有人都已经打完药了，都没人下来。我刚打完药，我还在地上趴着的。错付了，错付了。哇，终究是我错付了。我他妈被那个人机吓了一跳，你知道吧？妈了个巴子的，你奶奶的，我被那个鸡哥给吓了一跳。哇，这个人机给我吓得一哆嗦，我擦嘞，我以为是右边来人了，偷我侧身，我慌得亚皮。哇，这个妹妹她喵的在上面打完药了，她不下来，有五秒钟的时间可以下来救我，她不下来，她下来的话她就死了，错付了。不是我说了，有说了，操你妈，操你妈的了 ，Hello。哇，这一看就知道他妈钢枪真牛逼，这干！我操！我天哪！你好帅呀，你这个头！你是不是偷偷去打追猎啊？狗都不打追猎。哦，刚才三号说去打追猎，好像。对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四号是谁呀？我没说打追猎呀，我啥时候说了？那就是三号输了。追猎没意思，追猎不好玩。的来，你要查我滚！这谁呀、啊？滚！他妈，你皮肤好查，那屌皮肤是不是？哈哈，你骂谁呀、啊？我看一眼。中国的地方，思念的爱，把你藏在心中。唱得很好，下次别唱了。每天也想你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唱得很好，下次别唱了。那你唱一首给我听啊。我不唱啊，我知道，等一下。我一般都不随便唱的。唱啊，我觉得你唱歌肯定很好听。我不随便唱歌的。
哎他妈听到我都腻了，这首歌他妈上班听下班听现在还听。你是不是最近刚分手啊？算命的吗你？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跟何二分手了，现在还有喊我打游戏。啊？爱好不是把我拉进来跟我玩的？我不知道。那完了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两个碰一起了怎么办？爱好刚刚还在发消息跟我说要跟我复合。哇，对呀、啊。完了。这个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撞一起了怎么办？前方有危险。我不知道啊。你问我怎么？两队两队。回答你。喂，操 SD 的裤子，快走！到人楼底下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组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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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打，不打，不打。表妹。喂，我操！你躲在我后面了，大哥。我操！我操！吐了吐了，开到绝世美男子。不行啊，这几个他妈真牛逼，我他妈都不知道我后面有人的呢。不打啊，这会完了，这会跳上来呀、啊、他。啊，我唱歌给你们听吗？还是？真的。逼你说个屌毛啊！真的。啊，你这逼臭的。狗叫你妈、啊，操你妈！真的，他妈叫你妈、啊！真的，我不跟这老哥玩了，我怕等一下直播间被封了。数字游戏啊，兄弟们，数字一定要数字，数字游戏。真做数字人，做我命人。一头老母猪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这 KD 有点高哎。你这头像挺好看的吧？嗯。有卖吗？有卖。这个 KD 不是我打的，别人的。嗯。嗯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我这真好黑呀、啊、你。喜不喜欢呢？喜欢站近一点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太黑了，太恐怖了。喜欢的话就靠我近点啊。你这是这怎么吵怎么来呗？你这衣服可以给我穿吗？第一次就脱衣服不好吧？我会害羞的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还是我白吧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跳哪里？都行。都行啊，那我们去这吧，龙溪城啊、这个西季楼。你是广西人吗？只要你想，只要你要，我是哪里人都可以。上十多人。
我要认真玩了，妈了个巴子，才吃一把鸡，得认真了。再不认真，今天晚上腿毛不保。有一对，有一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来来来，蓝魔猪一起跳个舞。婚游长于初时。这个 B 是不是以前跟我匹到过啊？这个 ID 好像还是队友。你问一下西海吧，龙你醒了没有？蓝姆叔。嗯。龙啊。哎呀，在我这儿，给你给你，我不当龙。这游戏干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不当龙啊。你不拿？不拿抓回来了。不拿给我吧。给你给你给你。抓回来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来来来来，拿呀拿呀。抓你了，你不往我这跑，给你架。架呀，窗口那儿在瞄我呢，打呀，他在瞄我。他哪没有瞄你？哎，妈的，这儿前方有危险。你有没有烟雾弹呐、啊？你要丢烟，他才可以救我。不丢烟，没办法救。丢。你有直接去啊。嗯。对。丢。不、哦、不、哦，这边这边，龙上面还有一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就是上来，蓝魔猪，救我！啊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蓝魔猪，你怎么被别人补了几枪？是不是？嗯。哎，那我自雷吧，我跟你重开一把吧。别，你打我看你打。三号你自己玩吧，我把狗杂都给你，我自雷了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你跟他，我等。你等我啊。对，等我看一下你的操作。啊，好好好。学点东西呀、啊。那没什么东西学，我挺菜的。就抢我的，抢我的盒子吧。三倍信。我要是再上去快一点就好了，就可以给你架箱了。没办法。我要不给他丢烟，我就挡不了。你探头丢啊！你不要身位都露出去丢啊！哎，傻了。穿了我的比基尼，容易挨打的不？哎呀，你这脸真是太黑了。你是哪里人啊？你是北方的？不是你家户口本上的人吗、啊？你家户口本缺不缺人呢？那缺一个，缺一个。那就好了。我家里这个妹妹挺会哟。
三号，我救你，你活了，你怎么不谢谢我呢？三号呀，有人，鸡哥，鸡哥。吃屎，他都赶不上热乎的呀。走，三号赶，三号都不讲话了都。讲啥呀？没啥讲的。有人？真人呢？真人。前面还有烟雾弹，走。刚才不是跳伞的吗？后面怎么还有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进不来，架一下。别动，别动。我就听到后面好像有人落伞的声音。来。过来，漂亮。小房间，不要去小房间，他们等下掐雷。掐雷？他们还有一个了，倒了三个。他们被救了，被救了。打标。牛逼，是真牛逼，兄弟，你这个，这三声枪是真牛逼，打的。你开挂了吧？吓死我吧！我哐的一逼，我手都流汗了都。等下出去举报他，不开挂，举报。主要是穿了你这个衣服，让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你不是个主播吧？这打得这么好。我不是主播。有人，有人，还有人，活的，活的。哎呦！大肠。把他打呀！太危险！我这，我这，你后面。Nice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怎么这么多人呐、啊？是不是刚飞下来的？空降的，空降的。你太厉害了吧！我靠，妈了个巴子，没想到这三号穿个雪山精英老六的衣服还挺还会那么一两招哦。他 UGI 近点爆发能力太强，三号求生欲望挺强的。这波要不是三号我都死掉了都。谁不想活呀、啊？凯考有三号啊！走吧。
我不想死啊。这农药炸。我想死啊。中国的地方就是这思念的爱，什么都该每天每夜想你，祖国的眼泪。狮子没有舞，这个地方应该也蛮多空降的人。嗯，有养鹦鹉。是不是有脚步？刚才没有吧？你听错了吧？啊，有人，这里有，我们下面没看见。平狂平狂，可能是鸡哥，要不然就是老六。在三层楼，小心哦，他没动了。啊！对面，对面。七哥，走吧。你怎么就一个人啊，老母叔？哦，我，嗯，我队友打着他们总聊天，我是自己出来匹配的。哦，还好你出来匹配的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，刚好遇上了我，我也刚好遇上了你。你这话跟多少姑娘说过呀？我不信。我没有。我就只跟你说过。你太多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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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下面。鸡哥，太早了。我是个很专情的男人，你不要乱说。我一般都不会跟别人讲这种话的。你不信，你打死我我都不信，渣男。没有，我这个人很专一的。谁信呢？这话说的这么溜。哎呀，多少姑娘上过当了，我才没那么傻呢。还没空。天地良心，一日可见。没空。啊，有人。哦，你的轮开不了了。要过去吗？肯定要过啊。他都跳了，他跳了起来，小心啊。三楼。在你三楼。哦，卡窗口了。哎呀！就差一枪。不要。哎，三号他是跳了，我以为他还在我身后呢。你去救，你去救。我救不了了，我死了。来了，有人就进来了。三号不跳就好了。我看他要农药炸了，我以为他要停的。没事，看我给你表演过没事。到我了。我靠！我他妈！我以为他在我龙上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注意，我的妈呀！插个自救器，有个自救器就好了。
哎，老母猪还没出来呀、啊！开呀，老母猪！老母猪，嗯，来吧，嗯，他怎么跑了？这种队友我不要，啊，意识的吗？他刚跑，他刚不跳就好了，我打倒一个了，我一直以为他还在我后面呢。没有，我看他就跳了，我跟你讲，这种队友没必要要。哎，你给我防除干嘛？给你了，我不做房主。你来。杀人吗？随便啊，你都可以。你要双人四排还是怎么搞都可以。哎呀，大哥，双人四排我这怕呀，我这实力这怕不允许。老母猪，你是门将吗？你记得就跟我叫母猪。刚刚你要是坐在我后面的话，你肯定会来救我的，我知道。我不会离开你，大哥。老母猪。Hello。是咱们三个吗？林子就是那个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走过的思念，真寻找思念的爱。我衣服。谢谢姚晴姚宇的办卡。我操，好性感！好看吗？你的身材有什么好？好看吗？你是说几号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把你藏在心头，每天每夜想你。害怕你的眼泪。恭喜灰灰皮好养16CM 排排变色。去哪？上哪？我不想死，我也不想吃鸡屁股。一头老母猪，你是几百斤的？哇，那我就有点憋劲啊！哎，龙那里有人了吧？是有一队了，你小心。哎呦！等下拿把枪，我去支援你。还是你好，老母猪，我就知道你会对我寸步不离。那你可以喊我一声爸爸吗？啊，你这个要求好像有点过分了，好像应该是你叫我吧。老表，你是广西的吗？要不然我吃点亏，你叫我一句。还是我吃亏，我这人比较喜欢吃亏。隔壁楼有人。
在厕所后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小心哦。蓝某叔，你快跑！为什么要跑？往我这边来，我给你架先。帮你。他掐驴了，有人掐驴。小心，有人在隔壁啊！前方有危险。这里楼上不是楼上是屋顶，房顶。倒一个，倒一个。漂亮。假车给我倒，我们近点的把他先打了。表妹过来。倒了，近点倒了。漂亮。让我歇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我在里面。就我死了，你都不能死。你这感动的我都想以身相许了，老母叔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来人，快走！别在那儿。指完了，指完了，点边。还有啊。那是鸡哥，鸡哥，你打吧，鸡哥。大炮你打不打？大炮，我不要，这枪我不会玩。你不说话，我就默认你没男朋友了吧？没有啊。那你建不建议多一个？我只要一个，多一个都不行。啊，你们拿了龙了吗？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去抢了人机的包包。那你这么会花言巧语的男人，我就觉得你是个渣男。什么花言巧语？那我不是渣男，我这个人天地良心亦日可见。我妈告诉我，会说话的男的他都是渣男。哦，那世界上那照你这个意思，那不是全都是渣男了、啊？你要相信在一堆废铁里面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嗯，金子。我还是喜欢银子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前方有危险。走吧，我们走吧，这没人了。AK 你们还要吗？AK不要，走吧，我骑龙走了。哎呀，带上我啊，表哥。走走走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没死了，我终于活着。我就跟熟人打游戏，我就总照顾他们，其实我自己匹配的时候我就不用照顾别人了。四号你走不走？四号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有人吗？他也不讲过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。四号，你不走，我们走了吧。前方有危险。有人，哎，有人。你为什么不讲话，老表？你讲句话，我们不就可以救你啦？
哎呀，这四号真的老屌！走啦走啦，老莫叔，走啦！这就有点难受哦，七号，哎呦，我们不来他都不会出来，都不会死的。我们一过来，他就冲出去，然后就死翘翘了。哎，有车，前面。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他可能是他队友吧？会不会他队友啊？麻丁，麻丁。往哪跑了？就往前面。看不见，我刚才红色马丁了。看错了吧？没有，不会看错。妈了个巴子，你们还可以听声听声变胖瘦的吗？你们这龙真好，不用加油。我们去龙西城吧，我觉得龙西城现在应该还有人。等下先剪卡吧，要不然在上面死了不剪卡不水亏哟。这有人剪卡还哦，倒了六倍，六倍多个六倍信。三号怎么不讲话了？三号真香啊！打开麦克风交流吧，不讲话没意思了吧？我感冒了，说话有点难受，铁子。多喝热水呀、啊！说，多喝热水对身体好，好的快一点。这走走走，上龙了，妹仔，走了，快！等我。饱了这点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哪里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没有啊。这一栋，看到，看到没？二楼，二楼窗口。楼下的人，你死定了！哎。倒的，我的 ID 叫做大哥 JY， 过来救援表妹。我在这给你架个二楼窗口。OK OK。你能抛弃我？那我来救吧，我救吧。哎呀哎呀，别躲，他还在二楼。他走了，他往后跳了。他往后跑了。带我啊。在我下面，他在我下面。你带着我给你挡子弹呀。他在我下面，我等你们过来。记住我的 ID， 我的 ID 叫做大哥 JY。
我会拿死，我会拿下你的头的。你现在放下手中武器出来投降，我饶你不死。他在一楼，别冲，他在一楼，他在一楼。倒了倒了，谁丢的燃烧瓶？我丢了我丢了，大菠萝呀！大菠萝大菠萝，走了走了，我们还要去龙溪城。上子弹啊，上子弹啊！快快快，扁猫你走了喂！我会不会死在罗斯城？你记得显卡不？你不是说好的要跟我寸步不离的？嗯。快显卡！哎，这个龙没被开，哦，被开过了。你们开两枪装营机啊，把别人变过来。感觉好像没人的样子哦，你们去树下捡那个三头三甲吧，我骑龙看一下。嗯，都被捡过了。那我们走吧，那可能没人了。嗯。来了来了，有袭击有袭击。哦，是三号啊，走了老表。那去跑一下，快走啊！体验一下，我没跑过。跑什么？体验一下这个。那你跟着我们吧，我先走了。OK。让你跑个够。别快点，你就跟着我跑就好了，让你跑个够。小心点啊！老表，你那个石子很容易炸的吧？别人一梭子子弹你就欧林草迷捆了，你自己小心。走位，走位。走位呀、啊，我可以。我希望你的走位可以走得过别人的枪法。这个腿有点慢。轰炸区呀、啊，我们不要去轰炸区，我那里会有很多人哦。我们这哪有轰炸区？没有。嗯，跑出去了。你要不还是上龙吧，你那个狙击挺危险的，跑得又慢，没有我们快哦。嗯。你等下被别人追。快上车。追着打就尴尬了，你跑得还没切快。走、so?。